顶配魔法番红花有多变态。来看看这次的选手有哪些 buff 给他加成。首先是退化神器的被动生效技能，可以给他增加 30% 的攻击力，很给力啊。其次，紫色手套增加攻击力 30%， 增加攻击速度 20%。 还有就是红皇后扑克牌以及满级芦荟的加持，我们一起看一看他的成绩会怎么样。这是目前13位选手的成绩，那么他的成绩会排在第几？我们直接开始。第一局加速约13.2秒，第二局加速约14.7秒，平均值是13.95秒。这个植物很特别，我打了很多次，长的时候有20多秒，短的时候就是刚才两把。因为取决于这个 boss 会不会召唤小鬼，如果召唤了小鬼什么的，那么他的魔法就只会打小鬼，不会打 boss。目前排名第11名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接着测评，拜拜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